哎，他喝酒了吧？我喝酒伤胃，抽烟伤肝。大哥，晚上出来喝酒。那这是啥证明了？还喝的喝的？你不是不喝酒吗？不吃不喝，伤心流泪。那你晚上想吃什么呀？我想吃羊蝎子，麻辣的，越辣越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雷，今天咱们做个羊蝎子，麻辣的。老雷，你抠呀！泡了两个小时，抽抽血水。羊蝎子终于泡好了，咱们再给它穿一出去，放入羊蝎子，去腥三件套，大葱出片，飞鸽飞踢不能少。水开，撇去浮沫，捞出再清洗一下。咱们现在炒个料，起锅烧油，油热，葱姜蒜，咖喱烫，麻辣三件套，咖喱烫。是，好料好料，这辣椒太多了吧？你别过来了。哎哎哎，花椒、辣椒，还有18种酱料，咖喱烫。这边撤回，这边撤回，咱撤回来了。全改兄弟，咖喱烫，加入清水，生抽，咖喱烫，不要钱的蚝油，咖喱烫，味精、鸡尾、白糖、胡椒粒，咖喱烫，孜然芝麻，咖喱烫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，1.5小时。你看是什么手艺呢？快点，服装就不帮忙了，光知道往上去。我放了3斤的猪肝面，吞噬进去到50斤的，一下都没母了，好黑瘦。黑就黑，我身体可比你快多了，你忙过的。你看，我开机先孵化100个艺术蛋，轻松孵化出猪肝面，去吞噬不要的艺术基因，一下子升到200斤了。再另请我做小人的专属血袋福利，你看我的青龙、朱雀、上古饕餮、上古猪龙都有了。再去吞噬这些，就有一堆200斤，上古神兽，见谁吞谁。哟，哈斯你会放吗？一会儿带带我。大哥，羊蝎子好吗？什么人呀？这是？开门！哎呀，来福哥。大雷，你这样子的真是个好把手啊！哎呀！喂，哟，我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呀！嗯，对没啊？哎呀，真没有了。呀，瞅着好吃啊！这俩是我的。老婆，这个肉多，吃这个。来，你们的幸福可以小点声吗？有点吵到我一个人的孤单了。老雷，我想减肥，我咋整？减肥呀，跑步、登山、打篮球、跳绳，这都挺好的呀。登山、跑步、打篮球、跳绳，好嘛，你买4斤中有海耶。老雷，我这你，那啥意思？我又不是你买，我又不是你买，我让你给你买海的，够海够怪的，根本不用你给我买海，我两个赚的，够怪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雷，我是主动的，我不是被迫的。今天咱们做羊杂串串，咱们先清理一下羊杂，咱们先给清洗好的羊杂穿下水，去腥三件套，大葱姜片，飞鸽的飞踢不能少。上等会儿，水开，撇去一下浮沫，认真点。穿好水的羊杂，再清洗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包2水，继续放姜、葱，放了花椒、干辣椒、桂皮、香叶、小茴香，还有白胡椒粒、咖喱烫，再来一滴滴咸盐，高压锅上气儿，计时30分钟。哎，哇，这个脏气味真香。麻辣汤底，首先放入自制的火锅底料，孜然芝麻辣椒面，咖喱烫，秘制辣料，咖喱烫，鸡腿，咖喱烫，
再来一丁丁咸盐，倒入开水，再熬上三十分钟。五分钟一点下班就出去啊！太下了，翻！哎呀，兄弟们已经开了，小伙再煮上五分钟就能吃了。飞哥，开饭！来，飞哥。哎呦！真香啊！老赵，这羊杂能自己响呀，佩服你啊！该交代，佩服宋良才。来，抓另外一个人。来，停过。好，坐。来，你先吃。我娃吃。小鸡汤，慢点吹一吹。吃，赶紧来说，自己好吃吗？客气。嗯，真好吃啊！你妈把酱吃的呢？你吃点点。你怎么才半个吃呢你？大哥，哎，好，干一个，谢谢啊，好嘞，欢迎常来啊，好，飞哥，没吗？没你买一个的。哎呀，哇，天亮就出发，梦已经醒了，心中为害怕，你干啥呢？是咋的？你做什么妖了呢？我在规划我的未来。不要当歌星，不要当超级巨星，干你怎么着吧？大家好，我老雷，今天咱们做土拨肉。咋回事？是土拨肉吗？因为上回自宰了。咱们先把羊肉切一下，切成大大的厚片，放入葱头、姜片、一斤六咸盐，抓拌均匀，腌制十分钟。没想到你还会手法的啊！哎呀，以前干的是这行。老雷，好家伙，也七个了嘛都。土拨肉，辣死！就是这规格的，你能吃见了？最少五。哎呀，这回应该不会翻车了。走，跟我走吧，天亮就出发。开始煮土拨肉喽。大葱，姜片，飞哥的飞天不能少。来一丢丢咸盐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。兄弟们，终于好了，天都黑了，开整！哇，终于成功了啊！快开干！等你花儿都谢了，终于弥补了上回的那啥了啊！飞哥，你咋肉？呀，真美啊，毛都是美啊！这边的这个韭菜花，好家伙，俩钟口味儿。这边的你弄个辣酱。你这黑粉叫双味土包肉，来，就这样。哇，真漂亮，漂亮，好吃。哎呀，真美，哪还有酒花啊？这个就在旁边端。看本来说的没人敢吃，就是没道理。下回说谁呀？喂，小子上来。哈这牙子吃个这呀？对没呀？如果这两个后悔呀？一节都没让着，来飞哥，干就是儿子，开饭！飞哥，你忙，别叫了，你给这锅不当的空调钱，热死了嘛！飞哥，空调我可能暂时买不起，但是我花光兜里所有钱，我买了电风扇。干嘛去？
们做个红烧肉炖鲍鱼。咱们先把，你太果干了，把鲍鱼杀了呢。咱们先切大块。不是，你再拿过来。虾还行吗？啊，虾行。咱们先给五花肉穿一下水，放大葱，放姜片，这个的身体不能少。水开撇去锅碗，起锅烧油，油温40左右开始下锅，把它多余的油脂给它炸出来了，已经炸得差不多了，捞出半年的老冰糖，炒个糖丝，看一看这热糖丝，典型的灶红丝。好嘞，鲍鱼洗洗过来，给鲍鱼打个花灯。起锅烧油，葱姜蒜咖喱爆，八角、干辣椒、桂皮、香叶、黄肉咖喱爆，糖色水咖喱爆，再来两罐啤酒，啤酒不够，清水来凑，胡椒粉咖喱爆，生抽咖喱爆，再来一丢丢咸盐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三十分钟。这个记录已经没了，咱们下个记录啊，低一点啊，又是这个肚子味，走他妈！咱们把鲍鱼咖喱头再炖上二十分钟。哎呦，太炸了，兄弟们，来出锅。飞哥，来开饭，再来点葱花点缀一下。哎呀，就这么能干五碗米饭。突然感觉到幸福感满满啊！来来，兄弟们吃着，鲍鱼兑点，鲍鱼，干来一个鲍鱼。哟，太香了！呀，这是贼破！老雷，肥而不腻啊！我只放了几句啊，太香了。这火，这火出门才明天。来这。喂，这个就得巧，哎呀，又给人没地儿了。来来，猪肉。这家伙得多吃点。别说外面，外面多了。我们够了吃啊。怎么样，兄弟？没准备。反正还有人拿，问我就行。问我好吃不好吃，特别好吃，来来来。